散了！该死！哎，大人，你这个男人是种大玩意的，哎，我是傻逼吧？他是大玩意，我要打呀！哎呦，是神飞龙啊，飞龙啊！那你怕杀野吗？哎呀，他们这我都太热情了吧！老子杀了！我找准了！你唯一真男人，那肯定不会啊！妈，打船长不叫人，那是傻逼！还好赶到了，这不必须得一直跟队友交流。打船长这玩意儿的话，你只靠自己有点难玩。只要你只靠自己的话，他可以有很多补经济的方法。就比如说你前期压了他刀，然后你看我才压了他20刀，然后他一直这波没有威胁的情况下，他在那里吃镀层，他一波就能吃两波镀层，就能吃两口镀层。所以我们要跟打野交流，一直抠字摇人。没办法，你不觉得我俩的对线我很被动吗？虽然他不敢补刀，但是他一直 Q 我，我一点办法没有。先打这个，先打这个。buff 粘住，全都是5层镀层，三条线都是5层镀层，他妈的这局打到10分钟，有一个镀层都没有。操，自家的！极度华丽胡哨。5个助攻呀，我操，哎，我没看，我操，一看发现哥们5个助攻，这个大放的有点急，我这波就是先等一等就好了。我不能再老给队友信心了，我在这里晃是纯浪费时间。
又容易带队友节奏，就是队友可能觉得我很牛逼，就老想往上走。不然这有个船长啊，兄弟。那救一下吧。为什么这儿会有个船长？他这过来干啥的？他这一波他要吃下路兵吗？那讲是好厚的呀。您翻山越岭来干可没干可成，把我兵给吃了。你会听我的呼唤。大哥，你有木刃，你站人眼底下了，你脚下连个木刃的标记都没，你在那蹲，你没出过木刃啊？我还没到你就出去了呀。那谁谁记得你还翻了哪个墙啊？你发信号第一时间就队友就去靠了，你这送了个大人头反手朝队友身上甩啊。不过这种是属于优势的打字发泄，无所谓，但是他这个一千送的很伤，你知道吧？看你妈呢。抢头抢兵线还甩锅，你真窝囊。啥呀、啊、他妈的，你真窝囊，我好恶心啊，听的不是为了想赢吗？